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顶楼啦！哇，真的可以看到摩德盖伊吧？这里的 view 真的很漂亮。哈哈，被我吓到了吧？小姐要进来我们餐厅吃饭了。什么餐厅哦？我们这里呢是 The Forest Mansion， 以白色为主题的森林酒吧餐厅。酒吧餐厅，这样普通不要了。哎，小姐小姐，不要怕，我们外表普通这样子，我们有秘密的顶楼，可以上去呢，可以看到我们 Merdeka 118哦。你这样矮，可以看到的吗？不要嫌我啦。没有嫌你，来来来，我带你进来参观一下，要看不用钱的。我去看喽，快去看。来来来，进来进来，哇，这里灯光很酷哎！继续向前走就可以了。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顶楼啦！哇，真的可以看到 Merdeka 118，这里的 view 真的很漂亮。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大间了，有三层半。这里是吃西餐的，点一下来试一下。来，这是你的 pork rib， 哇，很大份哦。哎，美女小心啊，我要喷火了。哇，这么大火！这个烤猪肉骨很大份哦，可以三到四个人吃。哇哦！刚刚小姐姐用大火烤过以后，外面那一层焦香焦香的，里面肉很嫩。哇，生姜猪肉骨骼很特别，好啊，像鸡肉披萨。还可以拉丝。最喜欢吃这种薄皮的披萨，特别脆，特别香的。这个炸鸡排很邪恶，上面有 cheese 的。哇，好大块啊！有听到声音吗？这个炸鸡炸得非常的脆啊，里面是有番茄酱的，再配上那个 cheese， 好吃。来，喝酒必点的小吃，炸 cheese 条。里面满满都是 cheese 哦。这个是 crab 三文鱼扒。这里的蘑菇汤很大份啊，招牌卡布罗纳拉意大利面，赶快趁热吃。有 bacon 有冬菇，不错，蛮浓蛮 creamy 下的。来这里喝啤酒很歹耶，只要点十杯啤酒就可以无限任吃薯条。哎，吃完了哦，小姐姐我要 review。 哦，好了好了。哎，小姐你的薯条耶、yeah， 可以实现薯条自由了。没有酒精的 mocktail， 还有 cocktail， 试一下这个招牌 Golden Sunset， 酸酸的按摩，帮助消化。我们这里 VIP 的房间呢，没有最低消费，只要八个人以上呢，就可以跟我们预约了。这里还有 KTV 房间哦，哇，还可以唱 K， 爽哎！一边看 Merdeka 118的夜景，一边喝酒，太享受了 ！Cheers。